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蛋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蛋蛋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既往午餐时间。那今天我们午餐时间来到的职业呢，就是主教的部分啦。终于快要把一轮的职业轮完了。那我们这个主教呢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一套丧心病狂的喷水水教。就是一套这个贝热罗芬的疯狂奶、疯狂奶、疯狂喷水水的一套这个主教，然后控到最后可能可以跳饥饿绝绝，然后打那个零费法术，然后棒棒嘟嘟棒嘟嘟棒嘟棒嘟嘟棒，这样的一套套牌啦。那我基本上已经预想到，如果我们没有瞬间被贯穿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一支影片只能拍一场，因为这个实在是他妈的打得有点太久了。非常丧心病狂的一道套牌啦，只要对手不是那种 OTK 牌，然后直接斩我们的，基本上应该是要打超级久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多做废话，我们直接进实战，不然有机会太久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遇到一个死因法师，死因法师的话，我们前面有玩过嘛？是谢幕取的，然后还有什么忘了？我们玩了一个谢幕的嘛。那我们这边先换贝勒罗芬，没有，但没关系，等下就进了。然后我们起手的话，先进了一张干部，这个的话打五费是不是会抽牌啊？抽一张是，对，会抽牌，感觉新手可以留一下，留个抽牌。反正我们不急着当一费抽了，就是还没有这么急着找到贝洛芬，五费的时候来就好了。打这个很痛啊，老哥，要这样子哦，要这样一费打三哦。等一下的话，可能可以就可以抽掉了，有两张。阿兹佛特有可能是谢幕。哎，干嘛啦？抽。哦，不对，这是加哦，不对，抽牌是之后的另外一张，不是这一张。靠，那我打错了。那我打错了，抱歉。还是之后的另外一张啊，靠到那打真的啦，是不是有张击咒一补一抽一的？靠到这张是加生命的，啊，问题不大了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说实话问题不大。控制牌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容错空间呐，问题不大，抽一张，有没有？就跟你们讲了，五费的时候来就好了，哎，问题不大。那等一下的话，可以做六加一，或者是直接先打五也可以，反正看一下状况。如果需要扫场的话，打六加一；如果不需要的话，我有点想直接打五。好像可以直接打五，哎，嗯，他这边要踩掉，那我们直接打五好像好一点，可以拉我们的那个抽牌跟补血。直接打五，然后压进化解，然后下一特贝尔罗芬。两张贝勒罗芬，看一下这谢幕曲，五次可以动了，六次、七次、八次，这边七次。所以他这样下一特会那个，我们就压进化。然后我在想的是，这个要不要打掉？我们会打到本体吗？好像不会打到本体，我们打掉拿来当过牌好了。有戒律。主要是我们没有进化点的啦，现在是比较问题比较大的一个回合，我们没有进化点。谢幕九，哇，他这边可以，还好不会几次啦，因为这边九，但他可以这样子之后打那个炸出来，但炸出来看起来超烂的现在，所以应该是不会。对，哇，还有统帅还可以抽。这个人现在牌很好，我们先抽一张。不是一直进贝洛罗芬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补一。我们这边还会再补吗？对，还会再补一次。
还会再抽一次补一次。哦，先抽一张看一下吧，看会不会拿个进化点。嗯，主要是下一趟有可能会倒，如果他要死龙的话，有可能会倒。三九二十，感觉好像拉到二十血嘛，拉到二十血可能安全一点。一补，我们拉到二十血哦，拉到二十血感觉安全一点。这样子，好，等一下有独角兽可以劫场，还行。六三十八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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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我防了一个死龙，我没有防这个啊！干防了一个死龙，没有防这个啊，没有拉到二十一点啊，没有一个 blackjack 啊，哎呦啊，那也是没有办法呢。我感觉防死龙比较实在呢，要我防三个上将，防三个上校好像是有点多了呢。啊。啊，那也没办法，我是防死龙那边啦，因为感觉死龙，干上下要，哎，算算，痛苦。好，那我们来这把一样啦，再找，再找，再找。OK， 来了，那我们这把就可以慢慢打了，打主教，欸，主教内战，欸，啊，主教，我记得这版本有护符教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们先手进化点会少一颗啦，这个没办法发挥到拿入场曲效果。然后我们544又没来，那对手又是一个任务 OTK， 然后偏一个中后期大的伤害的牌，可能接近 OTK 或干嘛的，所以其实是相对不舒服的一个对局啊。我们就回合结束吧。是结晶教吗？还是护符教？这个版本有。哦，结晶教吧，我有点不确定是结晶，我有点不确定这版本有没有结晶教。过一张，哎，这两个都有降到，还不错。我打四费可以打一张，到这边说真的还不确定是什么，欸，因为他们。啊，打这个那应该是结，那应该是护符，看应该是护符教版吗？应该是护符教。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，这个帮我们大绿一波。这边应该差不多知道是什么，雷鸟，不可能在一个神，算了，当我没有说。啊，他解完嘞，好，好，啊，他怎么解完了？但没差了，不对，有差哎，欸！如果他是结晶教，有差哎，欸，他可以 COTK。不知道我们怎么都遇到 KOTK 的牌型啊，干没道理呢，没道理，我们都要遇到能够 OTK 的呢。我说真的没道理哦，干真的是呢，不是啊，啊我们怎么都遇到 OTK 的牌型？我们不是一个控制牌吗？啊，一直遇到 OTK 能够 OTK 的牌型，到底是想我怎样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要这样下来敲一波，哦？要这样子哦？啊，没有欠你耶，
应该是让分段打伤害哦。那我想一下。六压二压进化，撞一下。因为我还是想保持有抽牌，所以我把这个送掉。然后会少，啪啪。然后差少三。要不要直接消掉？直接全解，然后还可以抽牌。可贝尔罗芬好卡哦，解掉好了，感觉还解掉安全一点。然后抽牌，然后下一任的话可以打这个。下一任这个回三费，七费的话打五，然后回三费。五费，所以可以五啊，可惜不能5500啊，因为这个入场不会补，他回合结束补。他这样子打，他是不是没有要 COTK 啊？那我就是一直奶，一直奶，一直奶哦。我的奶是不会停下来的哦。他没有要 COTK。他想打是没有要 COTK 的意思，那他完蛋嘞！别先压进化，先扫个场，然后再看一下手上的东西。可以大补一口，大补一口。补，再补，然后这抽三张嘛，这样会爆一张。你直接拉上线吗？或者是直接打这个就好了，直接打这个，直接打这个这样子，然后下一turn再打巴伊波卡二去大抽跟大补。那反正他的那个璀璨交两张了嘛，对吧、啊？璀璨交两张了，这个人在瞎打哎、欸，这个人在瞎打，绝对在瞎打。我这么明显告诉你，我是来恶心你的，你还不臭你的 OTK， 要这样子分段一直打，那我只能说他在瞎打。好啦，你现在璀璨交两张啦，啊，这场面你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只能交那个四费下来少了？不是四费下来少，那个零费下来少四啦，说四费下来少，对吧？你这样是不是只能交这个？哇，不得不说炸的真他妈准，好帅。好，进化点压完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了，应该啦，应该可以安安心心一阵子。再一张宝石圣堂抽牌，三费能掀起什么波澜吗？应该是没有。再打一只鸟，教皇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事情，补血补血补血，然后补血补血补血，然后补血补血补血。我想一下，要打圣女还是打五一？他没有进化点的，我感觉做场面逼他好了，顺便把牌乱上来。哦，有进化点，那我们压个进化点，把进化点压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打这个零费的五四四了，节奏完全在我们这，两只大只的，看你怎么办，兄弟。这边要第三张水山加小笨鸟嘛，不然应该没有这么好处理这个。哇，有进化点 ，OK，
他这个应该是带一张的，我记得没错，那个牌在那个牌应该是带一张的。反正下一轮职业轮替我们就会玩到了。因为我们就是，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数值既往，我就尽量照着职业排序去玩一套牌，然后再轮回来再玩一套牌，这样就不会有一个职业可能连续两天玩哦，就是应该说连续两天玩同一个职业之类的，就大家看的可能不比较不会这么疲乏啦，还是你们觉得没差？觉得没差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没差。哦，轰雷金刚星，解一只撞一只。就只是没死而已嘛，就只是把我场面解掉而已。他，等一下这个就可以把轰雷金刚星扫掉了，问题也不是太大。然后我们还有补，还有这个抽牌可以继续抽。那边压金矿，回费用。然后这个三下来抽牌。哦，想打二三呢，二三再过一张，二三过一。受不了了，哈哈，呼呼，一路呼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午餐时间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我只能说这个牌太折磨了，而且我们有赢过，所以我们晚上就不要折磨大家的晚餐跟对面了。那我们就晚上的这个素食鸡网再见了，拜拜。